我们少数民族想要把歌声带出去蛮不容易的，但是张惠妹她却做到了。在我的人生中，张惠妹一直是我的榜样，她有力量的声音会让我立刻有活过来的感觉，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唱跳女歌手。请欣赏赖以文为您带来《姐妹》。传来歌声叫，你就像只快乐鸟，夏天日头也绿叶在燃烧，你让世界更美好，记得你的笑，记得你的好，是山林里的歌谣，我是一片草，被温柔拥抱，我想你一定知道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 oh yeah， 不管相隔多远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 oh yeah， 深爱这份感觉。记得你的秒，我怎么可以忘掉，当我能够飞，飞越了云霄，